天啊，这个长春藤怎么这么多叶子都干了？这么轻了，立夏是太偏心还是忘记浇水了？哎，算了，我来帮他浇。你这是要干啥呢？你干嘛？你不给他浇水，还不准我给他浇水？你看多干了，你想干死他吗？我想干死他，我这是在救他。你不知道这个长春藤在夏天不通风、土壤很湿的一个情况下，它是很容易进腐的吗？这个进腐可是要命的哦！我信你个鬼！我信你个鬼！人家都说长春藤夏天长得很快，你都不给它浇水，怎么长得快？夏天它是长得很快啊，但是也要看摆在什么地方啊。如果摆放的地方和我的露台花园一样那么通风的话，那你可以给它浇水，它是可以长得很快。但是如果像我的阳台花园这样的话，它不是那么通风，如果你还经常拼命的给它浇水的话，那不是害它吗？不是让它进腐吗？进腐可是救不回来了。既然这个露台这么好，那你怎么不把它搬出去？我也想啊，但是我的露台花园没有这种全阴的地方，在夏天它会下午一直是暴晒的，如果我把它端出去的话，叶子是很容易晒伤的，那么它的状态比现在还差。好吧，我不浇总行了吧？不浇也不行，还是要给它一点水续命的，就是每一次浇的水量不要太多，然后浇的时候尽量离它的这个茎干远一点，往边上浇。所以在夏天养这个长春藤，不要摆放的地方不通风，还拼命的给它浇水，否则它就非常容易进腐。我是立夏，我是立秋，关注我们，带你远离养花的坑。